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uby， 我们先要开始快问快答。嗯，真讨厌老板，我自己没有达标的时候，找到人才，当老板 ，OK， 零到一的开创能力，勇敢做决定，好的人才有哪些特质？敢负责，想把事情做好，公益，几百个吧，印象最深刻的。哭，面试还没结束，他哭了。敢要。在数位公社里面，目前有三个节目，基本上是严格的面试官，也是一个陪考官，陪企业的 HR 或者是老板去找到好的人才。同时在这个过程，也让面试者知道该如何面试，企业要的是什么，所以是严格的一个角色。好工作在这，非试不可。1月23，数位公社等你来挑战。